然后刚刚刚吃的时候，它的肉是肥瘦都适中，所以我都每一嚼都仔细的咀嚼品尝它的美味，而且吃起来就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不知道是烧肉酱还是怎么样，很下饭，超下饭的。然后等一下就是请店家，然后来帮我颁奖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合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没错，我今天又来到台北了。看到这么大的图片呢，就大概知道我要挑战什么了。我今天要来挑战他们的巨无霸野狼烧肉冻饭，它的重量足足有3公斤重，然后是8人份的分量，看看等一下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。烧猪冻，好，谢谢。总重量是3公斤，那麻烦要在30分钟内完食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就绪，开始按。好，对了，开始。吃的开心就好了。然后刚刚刚吃的时候，它的肉是肥瘦都适中，所以我都每一嚼都仔细的咀嚼品尝它的美味，而且吃起来就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不知道是烧肉酱还是怎么样，很下饭，超下饭的。然后等一下就是请店家，然后来帮我颁奖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合照。谢谢。就是现在我们有2种描述，一个就是我吃完然后嘴巴清空的描述，然后一个就是店家我食物放进去嘴巴里面，
然后还没清空，只是放进去他就帮我按了。对，这是我们两个秒数的差别。这一公斤是7分15秒完事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我们店家会不会提供十分钟的电招待先接电？好啊，谢谢。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做使用。好，谢谢谢谢。